王菲和李亚鹏维持了8年的婚姻正式告一段落，但是在圈中还有很多结婚多年依旧恩爱如新的模范夫妻。9月14日，香港资深演员黄日华与结婚25年的妻子梁洁华用慈善筹款的形式举行迎婚纪念活动，女儿黄芷晴也悉心打扮到场，一家三口秀幸福。黄日华夫妇总结夫妻相处之道，表示尊重和体谅是最重要的，虽然夫妻之间免不了也会有闹矛盾的时候，经常都有。对，其实每一对夫妻都经常有一些问题发生的，看看哪个问题是大问题还是小问题啊。我觉得大问题你要把它变成小问题，小问题一定要把它摆平啊，什么事情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就可以了。对对对，啊。黄日华用受惊来形容在网上看到王菲离婚的消息时自己的反应，他与太太都表示觉得非常可惜，但是也相信外人没有办法知道当事人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情，只能祝福两人离婚后继续幸福。其实在这里也真的衷心祝福他们每一个人在往后的日子啊，有自己快乐的开心的日子啊，可能你们两个要努力继续幸福下去。因为王菲跟李亚鹏的离婚让更多人对演艺圈的婚姻失去了信心，但黄日华曾经也是香港电视剧《永远的男主角》，太太梁洁华曾经也是 TVB 的花旦，两人也能够走到今天，还主动带领女儿入行。有传李亚鹏因为出轨被王菲抓包导致离婚，黄日华就表示男人的定力很重要。其实最重要就是看你自己本人呢，如果你可以忍得住就没事，忍不住就惨了，有问题发生了。所以最重要就是一个字，忍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香港报道。上网看好声音只在搜狐视频。大家好，我是萱萱。